穷，那你拿破五分去吗？对啊，就是你的啊。行吧。那上面怎么来的？我的第三页啊。什么？你没有这个，你让我上最小的第三页。第几个？不行，要要。没错。真的假的？行吧。那你等一下就讲啊。什么？哎，你讲。大碗面。你要把它一煮啊，就这样上来。好，来来来。好。行了。再来干什么？行了。行了。你们踩到零件了，地板上的那些线吗？你要上，我们要排队哦，不然你排队，我们要上班了。你说我到站了。